诺凡卫冕之路的最大危机来喽！你的声音太好听了，真的太棒了！你的那个沧桑感哦，我听你唱歌，我真的会想下次有机会还想听你。我听到他最后到春天，我整个那个毛啊唱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快嘞，应该是没有哦，哇！天啊，这大概是我们来 PK 最高分的吧。